这是清晨的第一缕光，是前进的方向，是梦想的起点。人来人往中，我祝福所有的出发。为努力工作的他提供便利，告别匆忙，用好心情开启新的旅程。无论您来自何方，让有序成为日常，让相遇从这里开始。每天发生的故事，是我最长情的陪伴。遇见不同的人，拉近每一个心灵的距离，兑现每一个幸福的承诺。安心舒适是我最重要的责任，坚定的力量，用心的呵护，都是我的地铁日记。无所不在的贴心服务是日记的落笔。日以继夜，我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向前走。每一天，每一刻，始终坚守，只为承载更多安心。收获温情，分享感动，让每个平凡的旅程都变成美好时光。每一次不期而遇，都以心相印。与您同行，迎接每一天。